我需要什么，请你帮我的忙，把它拿过来。好，那现在呢，这下面呢有好多的图片，然后呢，我妈咪需要的东西就在那个篮子里。如果你拿到什么，你拿到什么，你就。等等。等一下，娜娜，小鱼看着板子，那篮子不在旁边吗？如果他你拿到什么，就请你把它放回图片上。啊，好，那我们要开始喽。来，我来看谁会放喽。好，洛洛，请。洛洛选手。洛洛来那边，那边拿一个水果，蔬菜也可以。已经拿了，来，娟娟，
个是萝卜的头，你要拿哪一个？哦，是谁把萝卜的头拔断了？哲哲，来，这个给你，妈妈，妈妈，妈妈，给你，妈妈，啊，妈妈，妈妈，那你呢？去看，哪一个是番茄？你刚去找他的番茄，有去找他的图片。杨哲哲哥哥，请让妹妹发挥好吗？这个是哪一个？那真真有吗？有，真真有拿。真真也请你来拿。他已经拿苹果。很好，好的，好，可以。你呢？啊，那个全全，赶快把青椒先生送回来。全全，把青椒拿回来。这个。好，那个给妈妈。这个没办法辨认哦。那你把香菇先生送回去，在这里。汉堡，把香菇送回去，放在上面。那你，棒啊！那你，真真耶！好，真真把红萝卜送回家。红萝卜在哪里？找一下，真真，找一下红萝卜在哪里？哎，青椒在那里。妈妈，哎，好棒啊！